嘿，我是保罗。如果你有玩俄罗斯方块，然后在网络上面跟人家讨论的时候，那问问题、答问题常常讲不清楚，需要用图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叫做 Fuman，像这就是一个画好的 Fuman 的网址。那我把它打开来，就可以看到游戏区域目前的形状是长这样，然后右下角这边可以有简短的说明，然后我按下页。按下一页就可以看到后续的发展。这个工具用起来有点复杂，可能一开始会很难搞懂。是让我来画一个图做示范，画的时候再边解释它里面大大小小的功能。想要跟着做的话，网址会在影片下面的叙述里。好，Fuman 的界面长这个样子。那做第一个例子，我来画一个，中间是一长排 Tetris 的洞，然后最上面做一个 TSD，就是 T 转双排的位置。首先，我用右上角这里来画一开始的地势。那我可以选我要画的东西的颜色，像是七种方块的颜色，我也可以画灰色的。那我来画灰色的，因为我要画很长的一排空洞。我可以先按这个 fill row，就是填满整排，它就会填满一整排的方块。好，假设我要这么高，然后关掉 fill row。好，这是我开始的形状。画好一开始的形状以后呢，我要到右下角这边来前进到下一页，本来是全一页里面的第一页，按 next 就变成全两页里面的第二页。我想在第二页放一个 L 方块来做我的 TSD 的形状，我可以在这边选 L 方块，我要的转向是这个。好，然后我拿过来放在这里，点一下就完成了。和之前一样，我按 Next 前进到第三页。那有另外一个画方块的方法是按最右边的这一个没有标示的点，我可以直接按。画出我要的方块的形状，只要画好方块，它就会显示正确的颜色。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你在每一页都只能放一个新的方块。虽然你画这个可以随时都可以再多画，可是如果我要放另外一个方块的话，前一个就会消失。你每一次放了一个方块以后，你就会发现这边 Mino 旁边的勾勾打勾了。如果把它按掉的话，我就可以取消放那个方块。在第三页，我想做的是一个 T 转，所以我要画一个 T 方块。一样，我用这一个工具，我画一个 T，Oops，它直接掉下去了。这是因为我这边 After Placement Lock 这边勾住了。如果不要按，然后取消，重新再画一次，那它就可以漂浮在半空中。接下来前进到第四页，在第四页的时候，我想要把 T 方块拉到底，我可以用这一排工具列，这一排工具列就好像实际在玩方块一样，操作现在还没有 lock 住的方块，那我可以按下让它下来，那我同时也可以用键盘控制，就好像实际在玩游戏一样，那我按 Z 跟 X，它就会旋转。现在这是我要的样子，我就再前进到第五页。在第五页的时候呢，我要它旋转到位，像这样子。然后我再前进到第六页，在第六页的时候，我要它侦测到我已经填满两排，所以我把这个 lock 重新勾回去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两排亮起来了。记得我刚才说一个页面只能有一个方块正在放。那我按住 lock 以后，在下一页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放新的了。然后填满的排数都会消掉。好，那第七页我就保留这个样子。然后我再来做一个 Tetris，我先把 lock 勾掉，让 i 全挂在框中。在下一页 unlock，在下一页。好，我们来欣赏一下最后的成品。我先回到第一页，我可以按回到第一页。好，按 Next。
虽然看图就已经很清楚了，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标注一下比较好，所以我可以来这一页，我可以标示PSD Double。在这一页，我可以说明这是右转。在这里注意一下，就是你输入的，不论是叙述也好，不论是方块也好，只有在最后一页输入的，它才会带到下一页去。像是我现在在第七页，最后有十页，那如果我再画一点东西在上面。是放一个方块，那我在下一页的时候，它都不会记得。所以如果我发现我第七页画错了，要修改的话，我要去按上下页下面的 Clear to End， 它就会把八到十页消掉。那我们画好了，要怎么给别人看呢？拉下来这边有一个输出 Output Data， 按一下以后。注意到下面这边有两个网址，那其实呢，这两个网址唯一不同的只有在这一个字母，一个是 V， 一个是 M。V 开头网址是可以编辑的，就完全像现在这样子。那 M 的话是只有观看。我们来看看它们分别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V 的网址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可以看下一步，下一步，然后我的标示都还在右转。那下一个有 M 的网址呢，是长这个样子，非常单纯的，就是只有观看，可是还是一样，所有的标记都还在。照理说你就给人这个网址他们就可以看，可是你也会注意到这个网址非常的长，还好他们很贴心的在这里放了一个缩短网址的服务，所以我在跟人家讨论的时候，我只要给他这个短的网址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网址连到哪里，拷贝新视窗，所以它连到的是这个可以编辑的网址。我个人觉得啦，如果你要给人看的话，还是给人看那个比较简单的那一页。所以你可以回来这里，输入另外一个网址，你就把 V 改成 M， 然后再做一次。最后你上传给别人看的是这个网址，拷贝。所以这工具应该在讨论战术的时候很有帮助，不用再用文字符号辛苦的再画了。